帅，总算把你弄到手了，当我拿个展示柜把你装起来。好的。没想到本喵没玩一段时间，你们居然抢了这么多，看招！哟嘿呀哈！可别动！危险？什么危险？我是必杀技，我躲。可别动！什么？这不是凯奇最爱的天价人吗？可的，可别动！嘟嘟，本喵又不是故意的。可这是你把它弄坏的，你要负起这个责任。好呀，没有，没有，这儿也没有。艾尔，家里的万能胶放哪啦？家里只有这些。也行。这样这样，就和全新的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？铁甲人。崎岖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崎岖出击。时空起点出现在1942年的美国，哈里库福博士在实验中意外发明了情基丙烯酸酯。情什么？不懂，求解释。简单点说就是万能胶。哦，原来是他，怪不得本喵在家找不到。你要他干嘛？反正万能胶很重要，一定不能消失。是的，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。在万能胶出现之前，我们常见的粘合剂只有浆糊、木乳胶，一般只能用来粘贴纸张或者木片，但万能胶的应用就相当广泛，能够粘接金属、橡胶、塑料、玻璃、陶瓷和石材。行了，我们这就去把那万能胶给弄回来，出发，麻利点。闪电猫怎么突然这么积极？奇奇怪怪的，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这是田纳西施曼公司，哈里库福就在这里工作。换了19种配方，这次应该能配出让瞄准镜更清晰的清洗溶液了吧？这是。他就是发明万能胶的，不是可讨厌他了。蒙查查，给我记好，我一看这人就火大。为啥哟？那些所谓的发明家全都是靠运气，而这个哈里库福更是最最最最靠运气的。走狗屎运，算什么厉害发明家？哈里先生，这都第10次了。
你弄出的事故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研究，你等着被公司解雇吧。等等，我很快就会成功的。痕迹差一点。先等等，刚才只是意外。不过特战队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有很重要的事要找夸里库弗博士。我就是。你们找我做什么？哦，小子，你一定要发明成功，玩能胶对本喵来说很重要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嘿，那个，我们是你的粉丝，想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这里弄得一团糟，全怪你的偶像。还得我们抬走清理，真是。搞什么呀，用力呀。我这已经很用力了，但就是抬不动啊。难道原来如此。哈里先生，你原来什么？我在之前调配试剂的时候意外调出了一种超级粘的溶液，就在刚才手忙脚乱的时候应该能配出让瞄准镜更清晰的清洗溶液了。那些实验的溶液不小心掉地打翻了，所以桌子才会被粘住。桌子是木头，地板是石头，怎么可能粘得住？怎么不可能？看，溶液只要利用空气中微量的水分就能变硬，把物体粘住。我可不信。再搬。用力啊。哦，是他是他，就是他。你成功了，博士。是吗？这溶液粘力实在太大，我怕弄脏地方，所以就留了那么一点点，其余的我都扔在垃圾桶。可比得，对呀，快找回来，这可是超伟大的发明。就在那边。垃圾桶怎么不见了？悄悄的，查查，你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？小坏猫，喷气，这关你什么事？再见。等等我！想跑？问过本喵了吗？喷气来人，我丢！柠檬在等着你。通天万能布，把万能胶还来。好啊，你自己过来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溶液不能沾水。啊，不能沾水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个溶液是靠空气中微量的水分变硬。不急，不准动嘴。大头鸡别跑！不跑就不跑！通天火鸡圈，连环发射！果然没有用。可惜，你该减肥了。胡说，我才不胖呢。可比，对，先去找有水的地方。我知道哪里有水，就在抓到了。闪电猫换我。早应该了。嘿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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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什么可怕的？通天金刚结！哈利，公司已经决定不解雇你了。不，解雇吧，我发明出来的新溶液这么厉害，这项专利费已经够我以后的研究用了，哈哈。呀吼！等等，这件可以谈的啊。提取特工，让开！